先生来了，全速开。好，注意，下来了。 老高，这个办法太好了，开慢点，等他上来。好，过来了，加速。 强盗，这回又白费劲儿了。再把他带远点。克拉克，准备跟我同时射击。知道。敌机。 快，快，什么？哎，军车，朝鲜老乡，志愿军同志，快进洞防空，快进洞防空，快快！小顺玉可真行。 能当上正式防空哨兵了，真是个好姑娘。不，比起志愿军叔叔，我还差得远呢。<笑>老高，走吧，团首长在等你呢。好，阿玛尼。哎，再见。好，再见。我是齐正远。什么？高俊涛？他们还没有到。什么？政委同志，是这样，刚才。 在4号隐蔽防空的全体司机和老乡，都请求给高俊涛同志和小赵同志记功。啊，好，我们一定根据这些情况给他们记功。嗯，高俊涛人还没到，可为他请功的电话先到了。哦，怎么回事？刚才在掩蔽地带防空，为了掩护那里的人员和车辆的安全。 他们奋不顾身地用吉普车引开了敌机。吉普车斗过了敌机，可真不简单呐！是啊，老姚，你接着讲吧。同志们，敌人破坏谈判之后，又在准备新的军事冒险。他们把希望。 企图在所谓的“空中优势”上，企图用什么“空中绞杀战”来炸毁我们的桥梁和交通干线，切断我们前后方的联系，妄想迫使我们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为了保卫中朝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 我们要狠狠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保卫金川里大桥，粉碎敌人的阴谋，为地面胜利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面临着的光荣而又艰巨的新任务。报告，来了，进来，政委。 没受伤吗？没有。 姚团长、孟副团长，来了。刚刚来了电话，要为今天的事给你们请功呢。这主要是小赵同志。哦，哎，不过防空哨可告了你们的状哦，说你们的行动严重的违反了防空规定。团长，主意是我出的，批评我吧。瞧，露馅了吧？
啊！团长，我请求马上参加战斗。哎，先别急，既然来到了前线，仗啊是肯定由你打的。你现在的任务是先回去休息。政委，我想先去机场看看。可以。 老公，老高，嘿，老公，老高，你那，嘿，哎，听说你在航校为了保护飞机场外迫降，受伤了，现在全好了吗？没事，轻点摔的，身体更硬巴了。嗯，哎，这次。 可不是从医院开校差的吧？哎，哪能呢，就那么一次，就让你给记住了。来看看咱们的战鹰啊，这是祖国人民捐献的。老高，双虎，双虎，老高，可把你盼来了。于志恒，老侦察班长，你好。 老高，我叫姜文玉，我们的师人小秀才。哦，去。二中队的杨国海，台长专家。去你的！双虎，参加战斗了吗？参加了，仗打得还不错，就是落地呀，有时候还蹦蹦跳跳的。哎。 老高，战前飞行，团里给你安排了吗？我想，很快会安排的。嘿，这个替身动作真带劲儿。嗯，就是太猛了点儿。打仗的时候。 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时间，争取高度，掌握主动嘛。双虎说的有道理。嗯，你看，团长总是喜欢鼓励同志，不过高俊涛同志的飞行动作不宜提倡，搞不好容易出问题。哦，来了。 总的来讲，飞得还不错。团党委决定，你到一大队三中队担任中队长。是，老高，这是你们大队长刘荣山同志。这是你们中队成员。高俊涛同志，你的担子不轻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凶恶。 狡猾的敌人，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垮了，我们被迫在谈判桌上坐下来。为了配合联军的新攻势，远东空军总部命令，要彻底摧毁北韩的一切江桥和交通枢纽。 莫根上校，你的轰炸机大队要把所有的炸弹全都投在金川里大桥上，让那里永远不再有车辆和人员通过。将军，最近又有一批中共飞行部队进驻前线机场，我想知道，如果我的轰炸机群遭到共军战斗机的截击，放心吧，上校，我的部下将在你的前面提供保护。中校，我很崇敬你美洲虎大队的威名。 嗯，最好还是请你亲自出。我最年轻的部下也比共军飞行员加在一起飞行时间长，他们，哼，只不过是刚刚学会翻跟头。中校，炸毁金川里大桥，你我都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赏金呢。上校，我是为自由民主而战，不是为了到朝鲜来捞取独本。上帝保佑你吧。
麦克金中校，我们是同新进驻前线机场的一支共军作战，对他们我们了解的甚少。将军，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有步骤的了解他们。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天才，那好吧，让你的美洲虎在远东的上空创造新的功勋吧。麦克金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飞了5、6千小时，他那个所谓的美洲虎大队的飞行员，有不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人员情况。从武器数量上来看，我们将要对付的是一个战斗机大队，有70多架飞机；一个轰炸机大队，有3、40架；而我们一个团只有40架。所以，当前的形势。 是处在敌强我弱，要完成歼敌保桥任务，困难确实不少啊。团长和副团长把情况摆了一下，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我谈的看法：敌人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我们同兄弟的朝鲜人民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拿来吧，念念，小秀才念给我们听听。给我，真热闹啊！朱队长，执委会开完了，开完了。你们干什么呢？小江写了首诗，我们让他念，他还不好意思呢。<笑>来，小江，给大伙念念吧。嗯，念念。 祖国，我的亲娘，是您给了我们钢铁的翅膀，去消灭帝国主义空中豺狼。为了给伟大祖国争光，我们愿把满腔热血洒在蓝天上。嘿，写的不错嘛，双虎，提提意见。朱队长。 还是你来吧，我写的不错。不过，要是把这句改一下呢，小佳。 你看，这样是不是更能表达我们的心意呢？你再念念。为了天下穷苦人的彻底解放，我们愿把满腔热血洒在蓝天上。嗯，这一改就更带劲了。钟队长，你还说你不懂诗，你看，这句改的多好。诗，我是不懂。不过，党和毛主席，让我懂得了。 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应有的崇高理想。我的一位老班长，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士。老班长，他现在在哪儿？坐。他已经光荣地牺牲了。 那是在1944年，在一次反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
班长，朴班长，朴班长。小高，记着，为天下穷苦人的翻身解放战斗。这是我父亲的遗物，父亲是个石匠，有一次他领导着群众拒绝给日本侵略者修炮楼，被鬼子杀害了。石坠上的弹痕是侵略者的罪恶铁证，我一直把它保留在身边，作为鼓舞自己斗争的动力。小高啊，你留下做个纪念吧。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朴永南是个朝鲜同志，他为了打败中朝人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把鲜血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同志们，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应该是个国际主义者，我们不光看到自己的祖国，还要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战斗。中队长，我一定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斗中贡献自己的一切。对，同志们，明天就要投入战斗了，团党委要我们从思想上战术上都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咱们再研究一下空战中协同方面的问题。政委同志，抓紧点，就这样吧。是，这是各单位给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写的决心书。一大队、三中队的，汽车连的，包伞室的，老姚，你看看吧。好啊。战英报稿件我看过了，马上油印。是。政委。苏医生，团长，刚才我到各单位看了看，都没有休息，特别是飞行大队都在那研究宝桥任务不睡觉。团长下个命令吧。哦，下命令睡觉？要不会影响明天战斗飞行的。怎么样，老姚，授权苏医生下个睡觉的命令吧。好吧，我同意。那就请团长先带头。哦，闹了半天你是将我的军呢？啊。你和双虎的飞机在这个位置上，在敌机火力有效范围以外就开火射击，把敌人的注意力火力都吸引过来。对，我和小江从这儿，你是说从敌人看不见打不着的地方来个突然的攻击？是这样，这就是佯攻掩护，主攻歼敌，是歼灭敌轰炸机的一个有效办法。苏医生睡着了。这是双虎的声音，他的房间在对面。政委，苏医生，你们都来了。高中队长，这回我把政委给请来了，你们该支持我的工作了吧？服从命令，马上睡觉。
团长，远方警戒雷达发现敌轰炸机，航向金川里大桥。一等准备。左前方40公里，高度8000，发现敌战斗机群正向我机群接近。02号，左前方40公里，高度8000，有大批小狼，右转甩到他。02号，明白。02号，右前方高度9000，也发现大批小狼，投辅右箱，准备战斗。右边发现敌机，高度8000。怎么回事？我机避开了左边的敌机，但是又和右边的敌机遭遇了。20号，后面有小狼，上升摆脱。敌轰炸机正向金川里大桥接近。政委，应当让老孟他们尽快赶到金川里大桥接基地轰炸机群。对。02号，迅速摆脱敌人，按原定方案执行。02号，明白。将军，共军的战斗机群正在接近金川里大桥，可能是去拦截我轰炸机群。什么？摩根在哪儿？摩根上校快接近大桥了。克拉克为什么没挡住他们？这不可能。喂，克拉克，汤姆，克拉克，喂，克拉克，你一定把中共的战斗机给我拖住，一定拖住。知道了。02号，后面小狼又跟上来了。泰山，02号再次被小狼缠住，摆脱非常困难。梁参谋，马上把这情况向上级指挥所报告。是。拉回去。02号，你们去执行任务，小狼由我们来对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22号，注意节约炮弹。22号，明白。近点，再近点。糟糕，炮弹没有了。21号，向右上方脱离。明白。
泰山，泰山，22号，在7号空位跳伞。刘参谋，马上和兄弟部队联系，请他们协助找到程双虎同志。是。好。团长，上级指挥所通知，兄弟部队和地面炮火配合，赶跑了轰炸大桥的敌机，大桥只受到轻微损失。敌人掩护机也向海面逃跑。领航员，通知孟副团长返航。02号，退出战斗，返航。02号，明白。老高，老公，祝贺你第一个击落了敌机。双虎有消息吗？在7号空域跳伞了，地面战友找到了他，去接他去了。老班长，啊，政委，准备什么好吃的了？葱花烙饼、肉丝面条。啊，政委，给我们伙食多提意见呢。同志们，辛苦了。政委，老孟。辛苦了，同志们，开饭以后进行战斗讲评。对，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大队长，三中队今天打得真不错呀！双虎今天打得真英勇啊！是啊，别看小伙子落地好蹦，在空中啊还真有两下子了。敌人今天出动了准有50-60架飞机啊！其实啊，土老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耻，上尉先生。威震欧洲和日本上空的美洲虎大队，今天竟然被年轻的中共空军击落了7架，简直给我丢脸！哼，我要让你受到军法制裁！中校，我也不明白，年轻的中共空军，为什么他们动作那么灵活勇猛？特别是那19号，简直令人可怕呀！住嘴！我不允许你辩解。中共空军才建立了几天，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将军，中校，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将军，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挫折，炸桥的计划基本完成了。没有完成，大桥只受到了轻微的破坏，这在他们那些神通广大的铁道兵面前，2-3个小时就可以修好。将军，拦截共军机群的任务我们完成了，而且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至于摩根上校惊慌失措，没有把全部的炸弹投到大桥上。够了，中校，你的部下都是怕死鬼，见了共军就只顾逃命。摩根，别吵了，先生们。共军的士兵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人，我们不能轻视他们的作战能力，在地面为我们提供的教训不少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地面的情况在空中重演。将军，克拉克的失败为尔后的胜利带来了希望。我不要胜利的希望，而要胜利的现实。现实就是我要亲自上阵，不过打法上要改变。我准备给共军来一个美味的鱼饵。中队长，双虎今天为了掩护我才撞击跳伞的，
双虎同志今天的行为给咱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压倒一切凶恶的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是啊，于志恒，我在想，今天这场战斗大家打得都很英勇顽强，击落敌机七架是个不小的胜利，可咱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保卫大桥呗。可大桥被炸了，什么原因呢？通过今天的战斗来看，我感到既要打击敌人的轰炸机，又要对付敌人的掩护机，靠我们一个团的兵力是困难的。老孟，应当承认我们的兵力是少点，可是我们在兵力的使用上是否得当呢？政委，根据今天空中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我的决心是正确的。这样吧，咱们分头下去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吧。根据今天空中的情况，大家琢磨琢磨，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去打敌人的轰炸机，行不行？我看行。敌人轰炸机对大桥威胁最大，作战方案就应该从打敌人轰炸机方面去考虑。对，咱们应该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开动脑筋去想想办法。打敌轰炸机是咱们的攻击主要目标，可敌人掩护机拦截不让你去怎么办？再说我们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怎么集中兵力去对付两头的敌人呢？报告副团长。副团长，副团长，小江谈得很好啊，这是今天空中的实际情况。哎，来来来，大家继续谈啊。好，我们认为今天应该用主要兵力去打敌人的轰炸机，而不应该和敌人的掩护机进行纠缠。大桥被炸破坏了我们的交通运输线，严重地影响了作战物资向前线输送。大桥被炸我也很痛心，不过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况，我们不用全部兵力去打敌人的掩护机，那我们今天的损失肯定会很大。保卫金川里大桥靠我们一个团的兵力那是很困难的。副团长，我们能不能用少数兵力去牵制敌人的掩护机，而集中主要兵力打敌人的轰炸机呢？用多少？一两个中队。用一两个中队的兵力去牵制敌人几十架掩护机？你们可真敢想啊。先不用说敌人有不少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敌人就都是些飞机模型，你们也打不过来呀。老高，你们中队这一仗打得不错，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滋长轻敌情绪，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打法。好了，你们继续谈吧，希望你们提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好，我还要到别的中队看看。根据你提供的情况，大家琢磨，敌人是用掩护机来缠住我们，掩护轰炸机去炸桥。老高，咱能不能以少数的兵力牵制他的掩护机？对。是啊，过去咱们在陆军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吃掉一股敌人，常常是用少数牵制部队阻击他的主力，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对，不过在空中怎样运用还得很好的研究啊。是啊。高中队长。苏医生。从机场回来啊。老高，昨天敌机轰炸了阿玛尼的村子，
小顺义为了救火，把腿砸伤了。哦，要紧不？已经给他做了处置，现在没危险了。这帮空中强盗。小顺玉，高叔叔，哎，别起来，别起来。伤哪儿了？这儿。疼吗？不要紧，医生阿姨说，没伤着骨头，伤好了还能跳舞。高叔叔，过几天我跳舞给你看。好。吃吧。高叔叔。我们这以前也有好多苹果树，可是都让美国飞机给炸了。奶奶说，等把美国鬼子赶走了，我们还要种更多的苹果树。叔叔，那时候你再来吧。好，我一定来，吃你亲手种的苹果。哎，高叔叔，您是开飞机的啊？哎呀，我叔叔和你一样，也是开飞机的。你看，叔叔叫什么名字？朴永浩。爸爸呢？朴永南。他在哪儿？听奶奶说，很早被日本鬼子抓到中国东北当劳工去了。朴永浩，朴永南。妈妈呢？妈妈在圆山撤退的时候被美国飞机炸死了。狗强盗，这笔笔巨债定让你们加倍偿还。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以游击队或小支队牵制其正面，即其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对呀，是可以胜利的。中队长啊，有什么新收获？小将，你看毛主席在这儿说得多好啊。毛主席这些话就像对我们今天说的一样。是啊，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不管是地面还是天空，毛主席的教导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报告，进来。
副团长。哦，老高，嚯，这么急呀？你们又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副团长，我们又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对反牵制方案更有信心了。老高啊，你们那个方案是很不实际的。用一两个中队去牵制敌人的大批集群，这不是明明往虎口里钻吗？不，副团长，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战术上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斗争中坚决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就一定能胜利完成牵制任务。这种精神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技术和经验上都远远不如敌人，数量相差又这么悬殊，这一点你考虑过吗？我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既不是全部消灭，也不是彻底打垮，而是紧紧地缠住他，把他撵得远远的，这样就能争取时间，保证主力完成歼敌保桥任务。老高啊，敌人都是些老奸巨猾的家伙，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就那么轻易上当，按照你的想法去行动。同志，我们的战术不能建立在丝毫侥幸的基础上。这不是侥幸，副团长，我们不能轻视敌人，可是也不能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力量。通过前一段战斗，我们在空战经验和技术上都有一定提高，敌人也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只要我们猛攻敌人的带队长机，其余的敌机就会跟在后面去援救他。这是敌人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在斗争中摸到的规律性。老高啊，你可真顽强啊。好吧，如果你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可以把它提到党委会上去。总之，我认为没有完成保桥任务，主要是兵力少，顾不过来。我同意孟副团长的看法。我不同意。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们兵力少是事实，但问题是没有把现有力量充分的运用好，特别是在兵力的使用上，没有用主要力量打击重要目标，完成最主要的任务，这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思想。我认为恰恰是因为空中指挥员集中的使用了兵力，才取得了击落敌机七架的重大胜利。不对，看来兵力是集中了，但是没有把主要兵力用来打击对大桥威胁最大的敌人轰炸机，相反却用全部兵力去对付敌人的掩护机群。如果用主要兵力去打敌人的轰炸机，那敌人的掩护机群怎么办？可以用少数兵力去对付。本来咱们的兵力就少，这样一来不就更分散兵力了吗？问题就在这里。毛主席说过，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主要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这完全是对的。但问题是对主要方向的看法上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主要方向应该是打击敌人的轰炸机，而不应该是敌人的掩护机。昨天的战斗恰恰违背了毛主席这个教导，而且用少数兵力去牵制敌人一部分兵力，保证主要部队更有效地消灭另一部分主要敌人的做法，同样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而且这种战力过去在陆军是很多的，为什么过去能，今天就不能，地面能，空中就不能呢？高中队长说的我看是有道理的，你看呢？嗯，这样做我看行。哎，老高，你讲的用少数兵力去牵制敌机究竟是多少呢？四架，我们一个中队。四架，
用4架对付敌人几十架掩护机。敌人几十架，我们只有4架。从数量上看，敌强我弱，悬殊很大。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4架还集中？你集中到哪儿？集中到敌人的带队长机。对，这样就能造成4-1的局面。我们紧紧抓住敌人胆小怕死的致命弱点，集中力量猛攻他的带队长机。敌人的整个机群就要全力来营救他，这样我们就能够把他的整个机群拖住。哎，是个好办法呀。嗯，我同意了。不错，行。对，我仍然怀疑，用一个中队的兵力去攻击敌带队长机，就能把敌人的整个机群拖住。我看这个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同志们，高俊涛中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敢于提出以少胜多的大胆想法，是很好的。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我们团党委将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的讨论研究。高俊涛同志，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空中的情况千变万化，既要大胆又要做到心细。是。中校，都准备好了。孩子们祈祷吧，神明的上帝保佑美洲虎大队出师必胜。阿们。克拉克，克拉克，鱼儿开始行动，到拉烟囱飞行。知道。02号，左前上方发现4只小狼。4架，吃掉它。23大队保持高度，1大队跟我来，干掉它。02号，敌情可疑。抓紧时间，尽快解决战斗。美洲虎，共军咬钩了。共军咬钩了，摩根上校。放心，行动吧。02号，右前方发现大批小狼。西南方向发现敌机。正西也发现敌机。很明显，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用小机群引诱我们，用大机群围攻我们。真狡猾。团长，敌轰炸机已经通过2号空域。团长，立即让老孟按原方案去打熊。02号，坚决完成抓熊任务。02号明白。19号，按原定方案行动。19号明白。共军截击，快来营救，快来营救。克拉克，注意不要让鱼儿漏网。跟着我，猛追敌带队长机。明白。
明白，明白。克拉克，快向我靠拢，快向我靠拢。团长，敌掩护集群被高中队长他们牵制住了。哦，轰炸集群被孟副团长拦截在金川里大桥以南。好。麦克金又把我们出卖了。敌轰炸机没能接近金川里大桥，已经向海面逃跑。老齐啊，今天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可以返航了。特别是高军涛中队牵制任务完成的很突出，应当给他们请功啊。对，而且要在全团宣扬他们的事迹。嗯，通知零二号、十九号返航。零二号、十九号退出战斗，返航。零二号明白，十九号明白。二十号、二十一号、二十二号退出战斗，返航。二十一号明白，二十二号明白。二十号，你在哪里？听到回答。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听到回答。我看你往哪儿跑。前面单机，向左脱离，快！二十号，立即返航，我掩护你。明白。只有一架，追上去，消灭他。高俊涛他们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消息。苏医生，你听，呀，回来了，回来了，你看，救护车。苏医生，准备救护。是，准备救护。小江，哪儿受伤了？不要紧，擦破点皮。小江，老高呢？还在空中。挡住他！
十九号，泰山叫你，听到回答。19号，泰山叫你，听到回答。油没有了，老齐，给我支烟。老孟，你也去休息吧。老高，政委，老高有消息吗？还在联系。我们应当相信，他会战胜一切困难。老齐，高俊涛有消息了。啊，在哪儿？他在人民军战友的协助下，把受伤的飞机安全迫降在人民军的野战机场上。这是上级转来的电报。真是英雄啊，飞机受伤30多处，油也光了，还把飞机安全的迫降下来。老姚，派人去接了吗？老孟和苏医生已经去了。请进，请吧。老高，副团长。老高。啊，苏医生。哎，老高，你背部烫伤怎么样了？不要紧，人民军战友及时给我进行了处置。老高同志表现得非常坚强，在飞机着火时背部小面积烫伤，回去需要治疗和休息。好，副团长，我有个要求，你说吧。请你和苏医生回去，一定要给我。哦，他是想叫咱们回去给他保密呀。好，副团长，这就是掩护我迫降的朴允浩中队长。啊，谢谢你了，我做的还很不够。哎，哪里？上校同志，我代表团党委和全团同志感谢你们兄弟般的支援。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咱们一直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嘛。请到休息室坐坐吧。哦，不了，团里的同志都盼望着老高早点回去呢。好吧，那我们就不留了。空中见。空中见。再见。再见。上校同志，请到我们部队去做客，有机会一定去。空中见。空中见。云浩同志，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告诉阿玛尼和小顺玉，有机会最好能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好。中队长，
中队长上哪儿去了呢？真有意思。老高啊，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好，副团长，你下命令让我回去吧。这我说了不算。老高，昨天的空战你们中队反牵制任务完成得很突出，这对我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它证实了，只要我们坚决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靠我们现有的兵力是能够完成歼敌保桥任务的。副团长，我还有个想法。说吧。下次空战中，我们不仅要完成反牵制任务，而且还要想办法击落美洲虎大队带队长机。你是说击落敌人的空中霸王麦克金？对，打蛇先打头，打掉他对其余的敌机是个沉重的打击，肯定会造成他们的恐惧和慌乱。从深远的意义来讲，还会从政治上给敌人内部造成重大的震动和影响。麦克金，老奸巨猾，在他经历过的空战中，有多少技术高超、经验比我们丰富的多的飞行员都想击落他，结果反而都被他击落了。副团长，我们和麦克金过去的对手不同，只要我们进一步发挥革命战士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击落这个凶恶而狡猾的敌人是完全可能的。好吧，这个问题你先考虑考虑，以后咱们再进一步研究。不过你可要好好注意休息呀。好，回去吧。小江，中队长。怎么受伤了？啊，不要紧，擦破点皮。来，坐。给，坐呀。中队长，昨天我想多打掉几架敌机，为中超人民报仇，脱离了集体，险些是你。小江，认识了就好。出现昨天的情况，我也有责任。不，中队长，全怪我。小江，别这么说。走。小江，你说咱们昨天反牵制任务完成的怎么样？麦克金那个老狐狸让咱们撵呐，到处跑。对呀，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咱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造成了局部优势，发挥集体力量的结果。对，只有这样，在空战中我们才能成为冲不垮、打不烂的坚强战斗机体，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何艰巨的战斗任务。中队长，我懂了，这是我的决心书。好啊，我该回去了。好吧，问同志们好，我很快就回去。苏医生，你看阿玛尼，阿玛尼，阿玛尼，
您来了。啊，小顺义上好了吗？好了。老高同志好些了吗？他一直不肯休息，您想见见他。啊，我们刚送东西到机场，还要赶回去，想看他一眼就走。老高，阿玛尼，阿玛尼，阿玛尼，我早就想把永南班长的情况告诉你老人家。阿玛尼，永南同志为了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地牺牲了，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孩子，别说了，你们今天来到朝鲜和我们一起战斗，同样是为了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留着做个纪念吧。我一定像老班长那样为天下受苦人的翻身解放永远战斗。阿玛尼，在人民军医院我看见永浩弟弟了，他很好。真的？嗯，我这次外场迫降就是永浩弟弟他们掩护的。朝中人民是亲兄弟呀。对，咱们是一家人呢。会上大家提了些意见，你还有什么想法？对我触动很大。在卫生队，老高也进一步向我提出击落敌带队长机。对这个问题，我确实认为可能性不大。老孟，你还记得红山嘴子那次阻击战吗？记得。你们一个排就拖住了敌人整整三个营，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你们的阻击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最后就连敌人的团长也叫你们给活捉了。
政委，你怎么知道的？哎，调查研究嘛。老孟，你为什么对高俊涛同志提出的一些大胆想法总是持怀疑态度呢？确实应当从思想上找一找原因呢。你过分强调了空中斗争的特殊性，却忽略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革命战士的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有些问题看来是战术上的问题，但实质上是相不相信毛主席的作战原则在空中这个战场上同样可以运用的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革命路线，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敢打必胜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在空中这个战场也千万不能忘记这一条啊。副团长，这是我们中队担任牵制任务击落美洲虎带队长机的具体方案和决心书。好啊，老马，你看看。老高，来，咱们研究研究。想不到风雪来得这么早，形势对我们越来越糟糕。将军，您找我？你看看吧，远东空军总部责问我们，为什么金川立大桥还没有炸毁？这个问题应该问摩根上校。问我？还是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被共军四架战斗机给缠住了？嗯，莫克金中校，你的美洲虎大队太使我失望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将军，目前我们驾驶的 F-84 已经落后了，速度太慢，性能太差，五角大楼应该尽快地把最新式的 F-86 战斗机装备给我，那一定会改变今天的局面。腿前好了吗？嗯，你看，机器师，嗯，怎么样？里边可能还有点问题。我再仔细看看。机械师，风这么大，天气这么冷，你又有关节炎，我进去。小刘，
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来，帮我一把。哎，小刘，九号扳手。哎，中队长，小刘，快！快披上大衣，老高，老巩，给十九号，明天保证上天。太好了！同志们，炊事班长老何同志送酸辣汤来了，来来，喝完汤暖和暖和身子。副团长啊，老高，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老班长，你最近可够辛苦了。什么辛苦啊，比起空地勤同志差远了。地勤同志维护好飞机，你们保卫住大桥，多打掉一些敌机，就是再累也高兴啊。老高，副团长，十九号明天可以参加战斗。哦，好啊，副团长，有什么情况？已经得到情报，美国五角大楼最近运进朝鲜一批新式战斗机 F-86，装备了美洲虎大队。F-86，这种战斗机战斗性能比 F-84要好。这对咱们保卫大桥又增添了新的困难。是啊，老高，很显然你们中队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你要对付的是敌人的 F-86。我想建议把杨国海的二中队拨给你，由你指挥，共同完成牵制任务。副团长，保卫大桥打敌轰炸机的任务更艰巨，无论如何不能再分散你的兵力。副团长，你说呢？乔治，嗯，咱们这次有了世界上第一流的 F-86 飞机，就再也不会被中共空军撵得到处跑喽。但愿如此。中校，我为美洲虎改装了 F-86 感到无比高兴啊。这对你可是如虎添翼啊。嗯，中校，下次战斗是你在韩国服役最后的一次了，这样你就可以在圣诞节前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喽。上校，愿上帝也保佑你早日离开这里。将军已经批准了我的新行动，这一次敌人五六天没有出动了。是啊，怎么回事儿呢？老姚，这种平静很不正常。是啊，敌人可能利用新装备的 F-86 搞点什么鬼名堂。完全可能，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多准备几种对策。对，
帮美洲虎吃了几次败仗，就缩到王八壳里不敢出来了。不，事情绝不那么简单。敌人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认为敌人这么多天不出动，肯定和改装 F-84 有关系。嗯，对。副团长，副团长，副团长。啊，老高，还在考虑基洛麦克金的问题呢。对于基洛麦克金的问题，我们是信心百倍啊。不过，现在我在想，敌人五六天没有出动了，肯定在搞新的花招。哦，什么新花招？你说说。敌人过去一贯采用空中拦截的办法，都失败了。现在改装了 F-86，这种飞机速度比较快，低空性能比较好，便于突然接近目标。我们的机场离海又比较近，这些条件，我想敌人是不会不利用的。副团长，我们应该从最坏的方面来考虑问题。分析判断的很有道理啊。团党委已经命令在起飞线布置了值班飞机。嗯，副团长，我要求把我们中队的飞机调整到靠山根最里边的机窝里。调到那儿干什么？我是这样想，万一跑道被炸，上帝保佑我们举世无敌的美国空军永远胜利，让共产党的空军受到上帝的惩罚。阿门，阿门。我的孩子，你是美国空军的骄傲，也是上帝的骄傲，愿上帝永远保佑你。阿门。什么？哦，好。团长，对空监视哨报告，敌 F-86 八架已经低空飞临机场上空。哦，果然不出所料，来得这么早。值班飞机是否马上起飞？按紧急方案执行，马上发出空袭警报，高炮进入一等战斗准备。是。军要起飞，跟我来。老姚，麦克金这个老狐狸不仅封锁了机场，还炸了我们的值班飞机和跑道。哦，情况严重了。十九号请求起飞。十九号，跑道被炸，暂时不能起飞。啊，什么？十九号，跑道被炸，暂时不能起飞。暂时不能起飞。啊，糟糕。机械师，钟队长要狠狠地惩罚敌人。
机械师，放心吧。泰山，19号请求直接从华兴道强行起飞。22号请求，21号请求，22号请求。19号，吉窝的华兴道又窄又短，起飞太危险。这我们考虑过。下命令吧，泰山，我同意19号的请求。这样的战士，我们应当相信他们。嗯。高炮全力掩护。是。起飞。不能让共军起飞，不能让共军起飞，赶快向他开炮，开炮。19号，我来掩护你。为了天下穷苦人的彻底解放，战斗！姜文玉，小将，小将，中队长，坚决打破敌人封锁机场的阴谋。中队长，坚决击落美洲虎带队长机，为劳工小江同志报仇。21号，22号，跟我来。21号明白，22号明白。21号，22号，跟住我，前面就是胡同。21号明白，22号明白。好，团长，高中队长他们打破了敌机的封锁，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是啊。泰山，02号请求起飞。跑道已经修复。02号，立即起飞，全速赶到金川里大桥。02号明白。糟糕，又是19号。汤姆，乔治，赶快拦住他，赶快拦住他。19号，狠狠打，后面有我们。明白。19号，高度，注意高度。明白。狗强盗，偿还你欠下人民的血债吧。啊！麦基，麦基，你在哪里？快回答！麦基，快回答！麦基，混蛋！